敬的各位来宾，女士先生们，大家晚上好。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欢迎来到 AC 新闻队新年晚会。新年晚会暨求婚晚宴的现场。Welcome to Asian American Cohesion New Year Gala Fundraising Dinner.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董晨曦。I'm your host, Brando.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涵林。I'm your host for today, Helen Lee.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红丽。I'm your host, Natalie Hong.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黄早早。各位来宾，让我们掌声有请华商会三任的女会长徐珠刘丽女士入场。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上的是北京同乡会理事长侯建立先生。那我们要请上美国纽约华人总商会会长徐家鹏先生，以及民运会长徐家树先生。有请美国卢建会馆陈兆英主持的代表。我们的代表是林立光主席，昌华集团董事长王传厚先生。美国温州乐清同乡会会长陈志斌先生，美国玉田国联联合会主席郑朝斌先生，江西同乡会会长 Frank 先生，北美共创会执行主席翁新亮先生，美国上海同乡会会长沈军女士，北美共创会会长黄胜先生，时代长廊董事长阿库先生，中美商会会长江景新先生，温州同乡会会长吴洪光先生，川渝同乡会会长宋伟先生，河南同乡会原会长张富颖先生及新任会长黄继成先生，浙江商会会长林家昌先生，社区名人罗殿旺先生，已故的英雄警察刘文健先生的父母刘爸爸刘妈妈，还有前 Honors 行政员陈毅先生，全美侨联会共同主席徐红红女士，各大军品法商 Mary 夫妇，社区名人李等生AAC 的副会长兼法律顾问孙南涛先生，以及站在我们正中的 AAC 主席吴一平先生。再次感谢我们各位嘉宾的光临，让我们一起看向前方摄影师摄像师的镜头。本次活动的主办方是 AAC 社安队。The organizer of our event is Asian American Cohesion. 成立于今年的五月一号，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接近100位的志愿者朋友们每天义务坚持在街头巡逻，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善举，也为我们麻省社区的安全带来了很大的保障。The AAC was established on May 1st of 2021. We have almost 100 volunteers patrolling the streets of Flushing twice a day. At first, people were suspicious of our group, but now we have grown to many more supporters, and because of that, we have accomplished many things. 语言的介绍还不足以表达出 AAC 的贡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AAC 的宣传片。灵魂人物，让我们掌声有请创始人吴一平主席上台致辞。今天晚上 AAC 亚裔凝聚联盟，您迎来了成立首个慈善晚宴。我们面对疫情的肆虐，但是我没想到来了那么多人，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客人，你们都是我们的支持者，你们都为我们的社区在付出。我深深的一鞠躬，谢谢大家。所有的 AC 弟兄们，我们一直在寻寻觅觅可以一起做事的公益团体、公益组织，一群可以抱团取暖的人们，一个可以互相信任的家庭。终于，我们在亚裔歧视的最严峻的时刻，一个五月的夏天。反歧视游行的那一天，让我们走到了一起飞雪清凉的寒冬。每一个日子都值得珍惜，每一个脚步都是我们成长的过程。在这里，也有我们台下所有我们的嘉宾、我们的朋友和我们一切帮我们做出一切的你们的付出。也陪伴了我们
走过了一招又一招。AC 送走了一个个记忆犹新的昨天，再过几天，我们也将匆匆远去的送走整整一年，满怀往事的留恋。我们迈向2022，而我们面对的将是如何坚持的明天。前行之路正遥远，我们一定不辜负社区的所愿，铭记永远的初心和坚定的信念，努力维护好社区的安全，用好社区所有民众捐给我们的每一分钱。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所有的义工，我们所有的彩排，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队员们的贡献，大家给他们掌声。怀揣着明天的希望，我们 AEC 继续砥砺前行，用我们对社区更多更实的贡献，为我们的伟大城市纽约，为我们的伟大社区宝拉市，一道永不消失的美丽风光。大家鼓掌，谢谢。说一句，明年再见。孙南高律师，我们的副会长，谢谢。是我们的副会长。还有我们的亚楠，还有我们的美丽女神，唯一的唯一的一个美丽女神。每一天的12点钟和下午的2点半，他们都在街头忙碌着哈。雪琪的孟昭文议员特别为咱们 AAC 送上，还有 Ken 哥，我们再次用掌声祝贺 AAC 获得来自于国会议员孟昭文的嘉奖。他也提到呢，在未来的日子里，任何时候 AAC 需要来自于他的支持，他都会立马出现。好，在这里呢，也为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的AC 和109分局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原定的我们的社区联络人黄警官和他的搭档呢，会来到我们今天活动的现场。掌声请出的是徐珠刘碧女士上台致辞，让我们掌声有请。Let's welcome Miss Xu to give us a speech. 我跟这个 AC 新的这个吴一鹏啊，是不打不相识，我们两个人是打架打出来才认识的。因为那一年我们刘文正先生的公祭，他办了一个团体，我也去参加了，结果有个位置我要去坐，他说你那么年轻，你为什么要坐那个位置？我说对不起啊，我快80。哎呀，那真是很对不起对不起。他说这个位置一定要留给你坐啊，从此以后我们两个人啊就成了好朋友。需要的时刻他给了我们最安全的，给了我们最有信心的，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自在的走在了大街上，让我们的弗拉西不会为了这一次的疫情让我们每个人都闭关在家里面。真的非常感谢他，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跟我一样，一定要知道他们会为我们社区做一个很好很好的贡献。希望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谢谢，谢谢大家。是纽约华人总商会的会长，我们老朋友徐家鹏，请让我们掌声有请。非常感谢那个陈一平主席创立的 AAC。 那么 AAC 我们今年从去年到今年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因为疫情的原因，也再加上有那个亚洲仇亚裔仇恨的这种事情，这种情绪在这个全美国都在发生。 AAC 在继续为我们社区做更多的贡献。我代表我哥哥徐家树，他是我们商会的前任会长，他也是支持了我们会能够再加上我们三位的给他支持。我们希望在座的大家如果可以就是说能帮助 AAC， 因为他们是 non-profit， 他们根本没有收入的，他们在街头上就守着就会风雨无阻，一直在保就正在保护着我们的安全。希望大家能在有能力的范围之内多支持他，谢谢大家。
好，各位投资朋友，这一张哈，第一张来自于咱们卓旭主持的第一张是1000元，一会儿再喝两杯，说不定数字越看越高，是不是？第二张是不是？好。我们的居住形式，徐队长是抛砖引玉。玉在后面，这第一张1000块已经开始了，后面希望大家给我们更多的支持，谢谢。谢谢王贵的，谢谢你，请到我们的代主席代表林立峰先生，让我们掌声有请林立峰先生。We would love to give a shout out to President Chen of Phuket Association。所有的 AAC 的工人们，还有记者朋友，大家晚上好。在这极暖冬天的季节，在这隐星的气氛中，今天我很荣幸地来参加 AAC 的迎新活动。首先，请要代表美国福建会馆陈教委主席以及陈品人向今晚的活动表示热烈祝贺，祝今晚的活动圆满成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疫情期间保护好自己，平安就是福。谢谢。我们掌声有请北美亚裔共创会的主席黄胜主席，掌声有请。Congrats, let's welcome President 黄胜 from Committee of Asian。我的好朋友、好兄弟吴一平所建的 AAC 巡广会开具华校。我以为吴一平是游手好闲的，原来他搞得轰轰烈烈。现在大家都看到街头巷尾、新闻媒体、报纸、电视都是吴一平，都是 AAC。你们知道为什么吗？现在告诉我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为社区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在此，我请代表北美亚裔共创会。向吴一平以及孙兰芳律师，我们社区的正义代表和 AAC 团队表示敬意，祝 AAC 越办越好，你们的办公室要更好的做好民众的贴心服务，好吗，兄弟？好，谢谢，谢谢大家，祝我们会圆满成功。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的获奖者，分别是我们的徐如刘弟徐大姐，有请。我们福建会馆的陈昭颖主席呢，由代为领奖，由我们的林立峰代为领奖。然后有请我们的 Gary Wong 江景新爵士，有请您。再来有请我们的北京同乡会的张宝贵主席呢，由于身体原因，由我们的侯经理主席代为领取，以及王长厚主席，让我们掌声有请各位。记录一下这个时刻，谢谢。来，请往前看看，我们的摄影师镜头。感谢我们北京同乡会的，我们的前任书记，我们的侯大哥来。好，徐家鹏的哥哥徐家树，他因为那个今天有事没有来现场，还有这个我们美国山区烟台同乡会的代表，他们今天都不能亲临现场，所以委托我徐家树先生捐了1000块，因为我们烟台同乡会捐了500块，所以我给带了一个1000块的人参票转交给你。令我非常感动的，虽然我今天没讲话，但是令我非常感动的，我不是称赞吴一平，也不是称赞 Ken， 而是他们 AC 的这些团队的真正的这些志愿者们，他们每个人牺牲了自己大量的时间。默默无闻地为社区做事，他们才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但是我们今天把很多光环都给了吴一平，实际吴一平只是一个引领者，但真正做事的是底下实实在在做事的那些义工们，所以他们的存在是让我非常敬佩的。所以我是非常对那些义工表示万分的感谢，也是令我尊重的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吴一平做事啊，我个人的钱已经提前捐了，在此，向大家做个证明，我也不是没说白话。我们的队员站起来向侯哥鼓掌。
奖叫做杰出贡献奖，同样呢也是五位，我们要颁发给因为我收到的这个是拼音哈，如果读的不对还请您见谅。 Seong Chan 颁发给 Zhao Wan、 智慧 Ying、 Shu Yuan Li、 Shu Lin Liu， 我们掌声有请五位，徐大姐，有请您。好，谢谢。来，我们的各位朋友们似乎偏台了哈，我们要往舞台的右手边去一点。有请各位，各位辛苦了。有请孙律师和 Ariel 作为我们的颁奖嘉宾。好，我们的多个家庭都为 AAC 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相信每一位哈、每一位都非常值得去铭记，因为每一个成功的人背后，他一定是一个家庭的支撑。我们一起跟我们的家人们挥挥手好吗？谢谢，谢谢大家。各位就像我们的大家长一样，谢谢。颁发总统一等奖给以下各位：陶佐、Peter Lin、Jimmy Yu、Jun Gao、指慧莹、蓝莹晃、宁湘柳、Simon Lin、小平湖、舒兰刘、华章、修芳武、丁清丽、修连峰、灰君丽、Lily Joe、Raymond Gu、Samuel Wong、梅伦素、金芬玉、真雄涛、邱仁旺、雷延丽、灰英旺、邱华令、周天照、毛照、杰草、余芳绿、曾平松、莹莹、刘松、梅林泽。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曹敏亚楠，有请二位。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他们是有 day job， 有自己每天要去的工作，把自己的休假日、节假日拿出来义务的来参加巡逻，可以说是全年无休。而且呢，在节假日的时候，他们更是在街头上无私的为大家奉献。义工奖的获奖义工们，感谢各位的付出。我叫高畅，是一名大一在读学生。从 AAC 筹办开始，我就一直参与其中，生活的环境一直处于一个内循环的状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恶劣，身边充满危机。我们每天可以看到各种亚裔受歧视的新闻，身为亚
生。身为亚裔，我希望可以尽我自己的努力去帮助别人，特别是和我们有同相同背景的人。疫情持续了很久，我的初心一直没有改变，所以希望可以呼吁更多不同年龄段的人来参加，给 AAC 带来更多的成长和可能性。以上就是我一些感想，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努力。我呢，就是看到了这文艺当中大神的爱心，是为了发贸易、发公众启示，所以说我走向了爱心。经过我们从热天走到现在的冬天，我们帮助了好多人，我们也感到我们为自己做了一点社会贡献。第三的话就是希望我们越走越强吧，在你们的帮助下，越我们每个人献出一点爱，让世界变成美好的人间。谢谢大家。我是那个在巡逻队里面喜欢换人但不懒，然后不太快的队员。我是喜欢把大家的声音视频各种剪辑，然后拿到网上去炫耀的队员。今天站在这里，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巡逻队里的感触。我在美国纽约的皇后区生活了十多年了，看到这些丑事的新闻，会非常紧张的带入，如果我身边的人遇到了怎么办？然后我就开始很慌，怎么办？我在这里也真挚的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 AAC 亚美凝聚巡逻队，给予我们各方面的支持。你们的任何支持都鼓励我们走下去，给我们更多的力量继续走下去。谢谢。我啥也不说了，一切都在隐微当中，一切都在不灵中见闻。Tell me if you're ready for the time.
Let's have a K-pop dance from AKF Fan Studio. 那我们掌声有请。Let's roll with them. Don't say, don't do me love.心绪的平和是最难的，太美了，这仿佛是一个现代的装置艺术呈现在我们今天舞台的中央。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平衡处表演艺术家，感谢您为我们带来如此震撼的表演，谢谢。下面呢，我想请一位观众上台验证，这位观众来哈，哎，哇哦！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来自于早知道教育的小朋友们和高高老师一起表演。Thank you.
一，Gary，给我。
上进公司一样，风生水起，生意兴隆。从小九岁就开始收藏这些古董艺术品。如果在座的各位想要对我收藏的历史有一点点了解的话，你们可以搜索 Google， 现在可以 Google 850收藏家郑宇，然后我在上海办展览，我的展览里面有几百件的文物。那1000元的请拍照，有人出价了1000元，谢谢您，谢谢。好像是我们 AC 的队员，是不是？谢谢你，也是我们的队员哇！今天晚上出货闪电侠，来，谢谢。是不是请我们的这位捐赠者也上来？我们的收藏家是不是也一起上来？来，我们的小郑，我们的收藏家朋友也一起上来纪念一下哈！感谢您的慷慨，也感谢我们这位队员朋友们的慧眼识珠。接下来我们要请上高峰正达献词。The performances are now over. Let's have Mr. 高峰 conclude the show and express his gratitude to everyone sharing a lovely day. 感谢大家今天参与我们 AAC 2021年春节答谢晚会，你们的到来使晚会蓬荜生辉。站在这里，我感慨良多。AAC 从11个人每天坚定的坚持走在法治的街头的时候，没想到我们队伍会逐渐的壮大，而且我们 AAC 的影响力逐日的提高，这里离不开各位朋友一直对 AAC 的支持关怀。俗话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众人吃柴火焰高。希望今后的日子里，各位朋友能一如既往的支持 AAC， 共建和谐社区。马上就是2022年春节，希望大家在新年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谢谢大家。
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问遍整个世界，从来没得到答案。我不过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时间无缘如此这般，明天已在从此与众不同，把握生命。